零二，一零二，你到达哪里？你到达哪里？一零一，一零一，我已经到了摩天岭。赶紧向我靠拢，赶紧向我靠拢。好了。红鲤鱼，玉鲤鱼，红鲤鱼。妈呀，这什么老破暗号啊，一说到这儿就咬舌头。你这不是怕把人认出来吗？啊，不就是出去旅个游吗？啊，你至于整得跟街头似的吗？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，我的胃已经定了。咋的，胃穿孔了？穿什么孔啊，看见没，这个这叫定位啊，胃都被定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家狗啊也有一个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跟拿下来的狗一样的？哎呀，不是，我就说你就你这样的，哎，你至于吗？还不至于，我在咱小区这嘎溜多有女人缘啊。你可别自小不臭了啊。你还不信呢？今天早上哈，我一出小区大门口啊，四个老太太跟我打招呼。哎呀，老李呀，你好啊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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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！哎呀，你家嫂子都说了，给你定位呀，不是因为别的，主要啊是担心你的身体不好。妈呀，我这个身体那是铁锤敲那个钢管，它是杠杠的。哎呀呀呀呀！呀，快快快快！给我掰掰！别动别动别动，慢点慢点！哟哟！哎，还吹牛不？还吹牛不啊？哎呀呀！就这样的，能出去旅游吗？那必须得去。这一回咱四个人一块踏着天路朝西干呐，朝西边干。拉倒了，我可不去。怎么了？咋听着要去西天呢？上什么西天呀？各位老少爷们们，你们想继续看这才艺吗？请点一下关注。甭管主播美与丑，啤酒黄瓜咱们一起走吧。您了，你怎么能坐上轮椅了呢？就是啊，啊，你老听我说啊，咱这不是要旅游去。哎呀，我问你是怎么坐上轮椅的。就是你老听我说。你这个，哎呀，你老听我说吧。那你说，这不要去旅游吗？嗯，我担心他的体格子顶不住，我准备个轮椅，他要走累了他就坐轮椅上休息，我走，我走累了我坐着休息，他走。哎呀，下来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俩走不了了呢。那个开会。开会啊，开会啊。这个老姊妹群啊，第46次旅游全体会议宣布开会。上个礼拜布置任务都完成了吗？我没问题。嗯，我没毛病。我没事儿。还你没事儿？你是负责咱们群里边整个浪这个后勤工作的。买东西买齐了吗？买齐了。拿出来大伙看看。买齐了。哎呀，就这齐呀？啊，你这是旅游啊？我看你像导游。对呀，别说我还买了个旗呢。那你们呢？啊，我是为了防止那么气温有变化，艾尔给我买了个貂。我为了直播有信号，我自己花钱买个猫。为了保证他身体，特意准备大轮椅。照咱三个的意思，就是到时候他打旗，我穿貂，你推轮椅，他抱猫呗。啊！哎呀，我的妈！愁死我了，就这个地形你还上什么西藏？你能上西塔就不错了。哎呀，那咋走啊？那骑那电动车走呗。得了吧，得多少台电动车啊？骑什么电动车呀？是这会儿哈，咱就坐咱们国家自主研制的那个复兴号高铁。高铁，哎呀妈，那个车啊，斜快啊，你那个屁股哈刚一挨上座，嗖到了。说这些都没用，关键是你们仨能去吗？咋不能去呢？咱别说别人，就是老李你吧，你家嫂子都给你定位了，你咋去？儿子是我去。哎，你俩孙子。姐姐，
你别连一块儿说去。不是，我是说呀，你俩那孙子谁管？大的给他姥，姥呢？还给他姥。你老头怎么弄？我给他雇保姆啊。嗯，下个议程研究一下子地站到什么地方。好，来，好。你带地图了吗？带什么地图？手机上有。哦。看不看见？别看不清。啊，我建议啊，这个咱们哈从沈阳出发，然后一直朝西干啊。对，经过内蒙古草原、大漠戈壁，直奔俄罗斯。哎，不能去，不能去，又咋？还得经过大沙漠，遭一脸一脑袋沙子不说，要是来阵沙尘暴，把咱们四个都埋那儿了。你说嘛呢？说嘛呢？啊，净说了丧气的话呢。哎，要不然咱们去巴黎，巴黎看看凯旋门，再爬爬埃菲尔铁塔。不对，哎，那轮椅能推上去吗？能，我雇个吊车，连你一块儿吊上去，再给你摔下来。上那看什么？要看塔。看西安大雁塔。我说老李，你怎么去抬杠的啊？什么我抬杠？你跟我记住，这人大妹子啊！老李他不是和你抬杠，你说外国的景色美，老李说那意思，咱们祖国的景色更美呀、啊。都是的嘛。要说那个外国人不有时间，他们也到咱中国来旅游来了。啊，中国这个名山大川，大好的河塞，名胜古迹，咱四个人一辈子走不完。对呀。那么多好玩的东西咱都没玩过呢。哎，什么蹦极呀，哎，潜水呀，过山车呀，还有呢玻璃大栈道。这这这这行了行了，就那栈道那玻璃贼亮的，一踩上嘎吱嘎吱直响，你往下一瞅，我的妈呀，这心脏都快跳出来了。你能不能行了，咱换个地方得了呗。行，那咱就去祖国的正北方，壮丽内蒙古，塞上江南，神气宁夏，梦幻冰雪，精彩吉林，走遍辽宁，咱不虚此行。好，天津包子大麻花，重庆火锅加麻辣，陕西羊汤配泡馍，再到兰州把面了。别鼓掌了，你说我带那么个窝囊废，咱们这研究旅游呢，他这又拔面了。你说这旅游不也得吃饭吗？啊，对，这叫游大好河山，品中华美食。老黄说的对呀，咱四个人带饱了，喝足了，接着往前走啊。还往哪儿走啊？哎呀，七彩云南，梦幻丽江。走遍大地神州，最美多彩贵州，天涯芳草，海角明珠，最后哈，咱四个走进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。哪儿啊？鞍山。买南果梨哟。你最好去那怀仁买那核桃得了。干脆咱们在沈阳撸串得了。哎，你咋还说上吃了呢？不是，咱这不是说旅游吗？那他到底去哪儿啊？那咱们就听李哥的。李哥，你说，你定要去，就去世界最高的个地方。那是哪儿啊？咱们西藏啊。好，我同意了。那咱们怎么去？怎么去？坐咱们国家新研制那个919的大型客机。来来来来，就是哈，你往那个座上这么一坐哈。起飞！哎，你看，这是嘛？那不是青藏铁路吗？这是一条神奇的铁路啊！哎，你们快看这边啊，那么多大牦牛，还有藏羚羊啊，太壮观了！往上走啊，咱们登珠
到了，到了吗？到了，快到轮椅上坐歇会儿吧。咱们登顶了，我们成功了，登顶了，我们成功了。哎呀，你呢？谁电话？有。喂，谁呀？哎呦，大孙子，咋的了？放学了？哎，好好好，奶奶马上来，马上来啊！赶紧进。哎，呀，老黄。哎呀呀，有事儿。老于，大孙子，到点了，我呀得给老伴做饭去了。哎，老回，你，老回，这个。都走了，46次旅游全体会议又泡汤了。哎呀，老子们就想出去旅游旅游啊，现在就剩个想了。行了，我这胃还定着呢，回家。老子们，旅游第47次全体会议，下个礼拜咱接着开，开完就出发。好。